耍帅，知道吧？在练拳。下一场戏就是骆冠言，我要跟你谈一谈。我先请你吃饭。上次不是在浩妈那儿就吃过了吗？上次你全身过敏，可是一点都没吃。这事我都忘了，你干嘛还记得呀？因为想见你。好尴尬呀！今天回上一条。对。那我的问题。